这一次的马里亚纳海沟的深海之旅，这是一次神奇的深海之旅。它让我重新的认识了中国的这个深海装备，中国的深海这个人才，以及深海的那一个神奇的世界，觉得非常的奇妙的一次旅行。它呢也很多方面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 海底的这个虽然是近乎5000米的海底世界，它也不是一个荒漠的黑暗世界。